这艘船在做什么？他们这要回家过圣诞夜啊。哦，可是圣诞夜不是过去了吗？我是说假的圣诞夜啦。哦 ，OK， 好，他们要到哪边呢？他们都是到他们家里面啊。哦，那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船带他们的啦。哦，除了载小朋友，还有载火车和你的越野车啊。对。快到了吗？快到了。那前面的是什么地方？前面这里是每个车子可以入的这个地这个家呀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你看，有时孤儿把他大卡，他大卡，他车大卡，那家大卡。后面抓的他们要吃的食物。 School bus 在哪边？我是坐船还是 School bus？ 拿过来给爸爸好了。就是这个啦。哦，这个可以咻，还很快的 School bus。 OK。